暴龙终于来到地球了，带来了神秘友好的恐龙朋友。当然，也有调皮捣蛋的恐龙，让小镇陷入了混乱。紧急情况，光暴龙警察队出动！让我们一起来帮助恐龙邻居吧！光暴龙出动！我们今天要走那条新建的大桥，然后去市区的超市。那我们是不是能更快地去到超市呀？当然呀，我们会比以前快30分钟哦。呀吼，太棒了！那我们赶快去逛超市吧。好呀。好久没去小镇了，今天要好好逛逛。嗯，什么时候多了一座桥？从桥底应该能通过吧？恐龙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在哪呢？哇，是我最喜欢的万龙。咦，它应该想从桥底下穿过去。可是这桥太矮了，应该过不去吧。啊！桥从中间断开了。啊！我们快掉下去了，得叫韦斯来救我们。韦斯，你在哪儿？索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万龙刚刚想从大桥下面经过，结果撞到了大桥，把大桥撞断了。什么？你等等，我马上出动。我们快掉下去了，你快来呀！知道了。很快赶到，我们的车快掉下去了，怎么办？啊！暴暴龙们，快来救我们呐！韦斯，出动！子东，出动！哇，他们来了！发射照压。咦，佩利，你这是要去哪？刚刚城里有恐龙受伤了，我得赶过去帮他们治疗呢。怎么办呢？现在大桥断了，没办法过去。那个，不知道我帮不帮得上忙。啊，万龙，你吗？嗯，等我一下。万龙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我可以的。佩利，你快去救受伤的恐龙。嗯，知道了。万龙，那你再坚持一下，让桥上的车都安全的通过，好吗？好。来，从这边车道的车辆开始，大家慢慢开哦。哇，万龙居然变成大桥了！万龙加油！不累，都是因为我大桥才断的，差点儿就出大事了。桥断掉了，重新修好就行，你别担心。
桥改建成这样之后，恐龙们也能经过，车辆也能安全地在桥上行驶，真是太棒了！万龙，再见。哇！